喂，依人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沟通啊嘛，我唔系叫你指挥战机啊，我哋今日系介绍呢个路障啊嘛，真系俾你激死啊！警方会根据风险评估，就特定嘅行动目标，如反罪恶、超速、非法赛车、非法入境，挑选特定嘅地点进行路障。路障通常会由一名警长带住三名警员执行职务，佢哋负责调查、指挥交通、记录工作。咦，路曼亭咧？吓，路曼亭食得噶？所谓路曼亭，其实就是警察路障、慢驶同埋停三个道路交通标志。司机如果见到停字牌，就要停低车接受我哋警方嘅查问噶啦。其实路障嘅主要目的是防止罪恶，确保道路使用者嘅安全。啱啦，依人。咁农历新年将至，请各位驾驶人士切勿酒后或者系酌后驾驶啦。好啦，咁我喺度咧就先祝大家出入平安。咁我喺度祝大家路路亨通。香港警察的 B-Check 官方账号2022年1月正式推出，你关注了没有？你关注了没有？